Hình tiêu đại các người quan trình thành yếu mông, trung kênh đại bẻ lao nhiều chính mông, lão sư thiếu yếu mông, đại kê, tổng chiếu giỏi hò. Đó chứ có thị trung đại cái năng các người bẻ lao nhiều chính hò, trọng ngoan trạch xe hò chứ cái tổng chiếu giỏi khoai lăng. Nó mà vì liệu phát hiện năng chứ cái tổng hóa thoảng thông bùng hồi, ngoại quốc năng đông hóa thông thông chỉ cái thông thông bùng hồi cái bùng hồi lại hang ở đằng sĩ ở đằng sĩ năng địa chính à hoa đồ chỉ cái đông chiêu kia rồi chỉ cái bùng hồi mới lắm rồi nè yếu năng thành hóa cây táo sinh bùng minh chỉ cái sự chẳng sợ hoa quang xoa xà khu ở chỉ cái sinh sĩ đạo bùng minh sự chẳng chẳng sợ chú hồi cái năng quang xoa khô sĩ để hình đứng lý sở hồi kẹp hồi đằng sĩ sĩ năng quang xoa bổn sư nhận cứu sẽ so sánh hội cái kinh mê chỉ trực tiêu hoạt động này năng chủ mà sáng lại khai sĩ năng kinh mê cái chủ đối này là gì linh gì linh nè hóa môn cái tổ chức đồng chiếu rồi điều kiện môn cái hồi ứng na mà đầu tiên còn này siêu soi ai trong ngọn năng cái các người bè lao hiếu chính sinh thi kiện khang hạ kế bình an今年有这个目前的影响了，所以当正月到现在呢，当正月乡里看不仅有过一点老热，也只一转呢，当咱文书写个空头字眼呢，街道甲这个各位呢是做配料，咱今麦资料活动，但是也感谢咱这个考试历史会对咱只一转个文革回应资料文会呢。该大力支持，咱个潮汕老街食白喜，祝福平安，尊老戒子。一到咱潮汕老街嘅时阵，咱总是爱为大家咱请来食出喜。咱今咩呢？就是叫做搭建了这个潮汕乡村大戏台。一参加咱今咩表演嘅老师毕业游会呢，有来自咱福建诏安嘅，有来自咱潮州嘅，有来自咱这个。平海和山头界，可以当是会接了两三三季直此界老师毕业游会，有专业界荧光，也有咱业余界毕业游，大家呢两米登台为大家来向着支持了精彩界表演。也到这个小帅咱爱开店呢，就来一顿惊吓会，代表着富勇气鬼下界团衣界惊吓会来上供大家。那么首先呢，将所有嘅来宾会来见证这个咱光山白老乡亲嘅热情，好不好？这里表示，掌声哈，掌声来代表咱光山嘅白老乡亲对支持活动嘅热情嘅鼓励甲支持，好，再次嘅掌声响起来。OK， 做一下大家。那么落来呢，我来邀请金麦嘅。做福建界只一个搭档，就是吴希华老师，请小请。大家好，好，到这个再次的感谢希华姐啊，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到这个也同时跟咱现场的白老乡亲来做个热烈，啊，大家的掌声呢，是对咱今麦参加表演的荧光的朋友老师会的支持。所以将来好呢，请大家掌声来鼓励。将来如果还有不足呢，也请大家以掌声来进行鼓励。大家呐，好吗？好，咱就接下打定了。落来呢，刚才口条呢是作为炮阵演技，那后尾嘅节目呢是如来如精彩，希望大家呢咪唔甘的把那个手指呢贴出来沟通人诶，大家那个稿件呢对于能是直正回事，大家支持。慢慢呢，就是咱整呢直到嘅即个冬秋结束咯。遐多只嘅时间呢，此时此刻最能够代表咱潮汕人啊，即个正过传统最即个呢，就是
会用咱个条件、条件来进行抒发这世界感情。也今日呢，有两位嘉宾朋友呢，伊就为大家咱带来了现场之一曲《零两千界双灯》。秋风，秋风驾就青，秋风，秋风驾就青，飞声映境界，一首好听个曲来送给大家。吟唱者是郭大英、林广林，大家双耳鼓掌，好红线。大家梦见好，
霞岭中人情高。
掌声就对了，谢谢。 OK， 再谢大家给奖励给掌声。感谢银行花有尊灵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桃花过渡，那么落来为大家带来一张花白浪的双灯白浪松影，表演者是亨利喵两时，大家掌声有请。好，大家好。虽说能者不如人，目人无家为国是流芳。刚才这一段曲呢，就唱出了花目人退白从军的故事，其中呢，所蕴含的这一段，让东华界传统美德得了这个东华有好，一东好呢，直接是让这个东宫人的传统美德。落来为大家带来精彩嘅表演嘅呢，是哪位女士？遐配到真哪位哪一只呢？遐拉起这个歌声来，但呢，伊甲咱光山嘅距离就如近近咯。伊人是咱地地道道嘅光山人，可能听下伊人在上台呢，大家咱就在那一时地点咯。接下来请出国双花舞周良行，为大家带来的是青蛇灯的双灯雷峰塔的几次位，来掌声有请。咱的白老年轻大家咱弄一下好，
界之天。其实刚才这刚才这两位呢，甲咱关山也有非常大个阳光来个，放映高文剧个呢，上到这有播个呢，刚才是高大英老师。高大英老师呢，到二十年左呢，曾经到咱广岭个家子，因人老老呢是到咱这个广岭家子。就刚才到有播呢，放映这个冷冷个。海岭，这个海红花呢，是这个宁广岭，广岭呢，也是跟咱遐里有关系个。伊是咱关山咱个歌星，开大伊出生呢，也是调教时间，老师呢，配起来呢，大家咱应该有知啦。有一个人呢，这个立空草空，就是伊人家古，所以呢，刚才上台个真多位呢，甲咱广山个阳光是非常大个。再次个感谢伊人为大家咱带来精彩个表演。落来为大家呢来请出吴宗林先生，还有洪兴亨。兴亨呢是来自咱潮州个一位小朋友，我咧咪同伊人家说一说，其实呢。兴亨呢是曾经获得了潮州市戏剧广播台六届撇有好声音 TV 这个小蜘蛛的三等奖啊，可以那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遐钟林兄呢是曾经获得了2014年天海科台自家小钢杯第二届撇有影像大赛的二等奖啊，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伊两个人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一首六年精彩的双灯桃花过渡，掌声响起来。喂，好，喂，喂，好。OK。来客哎，伯哎，风提过来。来了来了，哦，王来舌头哎，你七杂八杂，爱对你个。凤凰国，红尘之名，全王赛路之会年景。好好好，来老钟。哎呀。这件乐多天高，娘白娘无生了最将心家来，高气高大的要说啊那，我了我你要说啊那。Thank you.
感谢双姐和兄姐为咱大家带来了精彩的青蛇灯的选曲。唔知大家咱可以记得到咱去年年度的考试的题目迎春晚会。那么当时呢，有两位朋友为大家带来了这张曲，叫做《再看一次乐地球》。这个表演之后呢，好在人对这只小剧的印象呢是非常的深刻。那么今天呢，这两位朋友又再次的来到咱个舞台。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木桂英甲叶中宝的双灯，另外该是东梁敖，掌声请出杜明诺、杜友广。谢谢。非常感谢国家兄和尤红姐为咱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哈，一个唱歌啊，个形象，啊，就响应到大家个眼中。那么落来。来请出来自潮州的两位小朋友，为大家带来了春香灯的双灯爱歌，大家双狗姐好横线。大家梦见好，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吃听的，吃听的，来来小朋友来。OK， 是我的几岁？十岁。十岁，你呢？七岁。啊，过去七岁。恁哪能平时经常做这多两客啊？没吧。没吧，恁点假的？啊，直接推的。小雨老师。小雨老师啊。嗯。啊，拜堂的老师。开始。是。好，经常做这多两客。那个非常不错的小朋友，我相信现在的朋友们呢，刚才读题呢，应该推究的呢，心情是个口条味啊，啧啧叫啊，非常可爱，而且表演也非常好。虽然呢，这个过去哈，过去小朋友的这个音准啊，我有时间太磨练太进步，但是总体非常的不错了啊。再次给感谢来自蝶州的这两位小朋友，来来，老南老太，那谢谢，谢谢谢谢。好，来好来，洛克家直接面红小里边哈，非常感谢。其实应最应该感谢的话是两位的家长，培养了这个优秀的这个小朋友，确实也是不应该。对人家心灵呢，推高了。条件啊，未来嘅发展呢是更加嘅，即系个人努力呢，出长成长，希望那个条件呢是如来如好。这些派诺为大家带来了精彩嘅表演，朋友啊，咱今日嘅节目呢得了是当然听海周边嘅即个朋友。老师会，当时参加表演界呢，我有来自这个酒瓶啊、烈酒啊、酒安界朋友，佢那是会接了罗山啊、罗山界这个精英烈酒朋友来到那个现场，一落来呢，为大家请出来自酒瓶界杨国杰先生，伊是咱酒瓶楼干部工会活动中心客座写界成员，还有这个沈耀宏老师。哦，也是这位农民家师，伊曾经获得2018年蝶州市首届电力杯蝶蝶朋友演讲大赛优秀奖。那么是咱来自旧安界好朋友，凭咩特地来这个指引咱这个戏乡村界这个戏剧大舞台？呀，伊能带来个是蝶蝶亲乡内个双灯包进望远纪良明，掌声有请啊！请向内部家见嗯thank you.
来呀，鬼公神通啊！
感谢小管花有名咯，为咱大家带来了精彩个表演。亲爱个白老乡亲朋友们，你现在收听到个是咱平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还有光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举办个2020年华门个最热冬秋节雕刻盆栽回应活动。那么在此个对咱考试特兴等历史会个大力支持，表示衷心个感谢，同时也感谢雕中文化团队，今麦为咱也有请到个老师还有朋友们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那么作为成团方呢，那为了表示对参加表演的嘉宾朋友会的感谢呢，因为是诗梗董秋在，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庆祝董秋在，也为了表达对嘉宾朋友们的谢意呢，王公司家呢，特地是准备了一群女妹来参加呢。上公堂之界经咩参加表演界嘉宾朋友们，小小界女妹呢，之界女倾情意交，希望大家呢听日呢记得到咱之界台边，来念出，之界公司家所上公大家界女兵，是一群月饼，应景界会是应在界，上公大家祝愿大家到之界冬秋佳节团团圆圆，客家健康甲平安。好，落来来请出哪派呢？带来个是新片个历史调节，年年个双灯开花明光，大家掌声有请。Thank you.
感谢魏克兄为咱带来了这张第二届的这个《王明客》啊，咱新大整条是咱第二届的四大行当。正讲呢，咱头话这个唱腔叫做回凹啊，回凹是比较恶唱的，是这个特殊的声腔。现在麦搭是咱这个专业音乐了，也是。这个政工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当咱民间嘅爱好者呢，有这个世界不错嘅唱片表演啊，是。谢谢大家。刚才听到我们到台湾了，哇！皇帝个做刚好走。确实是把这个皇帝呢，皇六个皇帝表演的潇洒倜傥。落来请出张夏兴先生为大家带来一个飞龙两界双灯，直发珠山不回头。大家热烈的掌声有请。大家梦见哦。喂，当过年咱个电影节在个第二个现场表演呢，当时呢有一位朋友来到咱个舞台，伊呢是一咱唱了两个角色，男人当天当调，伊就是蔡明公咯。今麦蔡明公呢将个很熟红能时，老人坐在来迎唱这首第二个名利公个双灯有个远。大家掌声有请。观众朋友们，大家梦见好。
谢谢大家，掌声，再次感谢两位。感谢张学兴先生的精彩的表演。落来继续来请出来自潮州的小朋友，今天参加咱表演的呢，就共有来自潮州的四位小朋友，已经是有五位六三位，三位是陆续的登台了。那么下面呢，就有这个兴汉，刚才做这个小桃花的这个小朋友，还有邓文辉，文辉呢是现在是到汕头戏剧学校个读书，那么今麦也来到咱这个舞台，为大家带来了精彩个表演。请欣赏，伊能让咱带来个是蝶结，你要做个双灯，咱红喜事新花开。来，掌声请出两位小朋友。
落来智秀琼呢是幸运运好嘅双顿，推到智秀琼呢口条就上去了，砸球你再嘅这个有关个唱曲嘅事。本次呢对此听到智秀琼呢日语嘅片要唱嘅时阵呢最有感触。曾经呢到上花极地四国超拔，本师是这个太子爷生。那么本师呢，一群朋友呢应邀就去到了极地啊，表演这个第二曲的唱段。本师呢也是至少汉武王侯啊，行殿呢干将了何在那？所以呢，演唱者唱到，当然是老麦作家啊。所以呢，大家可想而知啦，今日正在上花顶都跑好啦。哎，那哇，当然，伊个必有值得有绝对吟唱者，歌将有变唱到真是动听，唱到真是老麦子，会先个不敢断。那么呢，今麦伊人也来到咱这个舞台，而且今两位呢也是大家熟悉的朋友，请坐在里边。接下来请出吴喜花、欧阳空。这路路心地舒服，弟弟为这求的光水恩重，弟弟光明来了。
Thank you.
大家都去整菜吧。哎呀，但是听不到这声呢。啊，最少大家热烈的这声啊，大家能应该肯高声、热高声啊，那个这声拍住响，就唱就好听。我来继续来请出民工仔，大家会知咯。刚才很少教伊个摇个哼，哦，是直等这个呼声个唱灯。我无向后边提醒出伊唱起个特点。那么落来呢，是直等正经后边提醒出伊唱起和直等难能单听单调个技巧，哦，表演的淋漓尽致。请向那个双灯掌声吹光，莫少看，帅狗的好声线。
其实我觉得从大家人这个叫声之当吼，已经是对啊民工在个肯定啊，只能肯定爱红线搞，平时爱红线搞，家己也是学学个啊。相信有推过这个列级比赛个朋友呢，就会知咯。啊，民工在呢曾经是以只小曲呢，哦，参过加过这个调腔大赛啊。也是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咯，所以呢，佢那平时呢，我直错朋友呢是把伊当作调级名车，哦，当咱自己票子当是自己调级名车来个，至少肯呢啊，非常个不简单。一落来继续来请出来自。就安个新杨红老师，伊所带来个是杨伯泽创秀州个双灯救兄无改空折秋，掌声。大家梦见好。Ah!
家有挂灯笼。再次该感谢幼峰老师带来该精彩该表演。舞蹈是推戏啊，艰难艰难推。有人推戏呢，就爱推个头栽，一旦头栽有老脚；有人呢，就爱推个下半点哦，推这个落麦，一旦如落麦该戏呢如何听？那么有人呢是爱推精彩，有人爱听唱听，或有人爱推荧光。推荧光推到你啊，推个第一个声音啊，那么个人啊，今日得了口条之光，大部个声号之念个声音，所以咧传个名名推条干，解解到你啊。呀，咱这个做落咩个戏啊，做精彩就是大家所恭敬个咯，因为那咱落咩呢，
有钱，如钱呢，这个听呢主动听，一落来呢，当咱这个落麦开始来对呢，咱来请出五正官，还有陈建之，伊能落位多来个是，你要小听个双灯杨娥，大家帅狗姐，好同事。
Sixty by Mono.